利用到半人的席位上面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以选代办这样一个操作。第一轮半人的话，最好是办对方的赢点。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 VG 打 LFI 就办包子的英雄，效果非常的好。他虽然说办三个中单，就是你看上去很不可思议，但是最后结果赢了。所以说打 OG 的话其实也一样，因为 OG 的强势点也比较明显，就是他们四号位他们一个大牛一个海民，他们这局是抢了海民，然后呢还有就是 S4 的帕克和 Notile 的这个小小纳迦海妖，这几个点是我们最近看到比较明显的。所以你把这几个点先办掉，让对方是